冬雨，我本来已经对你死心了，也不过经过那暗了后，我真正无法度把你放袂记。冬雨，我无想要做你人生的过客，我想要对你的人生负责，我想要好好爱你，好无？你要创啥？我讲好啊，我看卖啊，你手机啊，迄荧幕有摔着无？够种无啊？唔骗啦，我习惯是无问题啦。冬雨，你乖乖。我哪有？创啥？创啥？创啥？啊，无你即马是阮张姐当作犯人呢？啊！伊要卡一下电话，叫人来吃饭，你嘛要光人光塞哦？都还袂过你问嘞，你都管遐尼多？敢讲你即马是对阮东无信任？那你这点哦，真正是有够扣分的啦！无啦，爸，我无就好啦。啊，若无参像阮东有条件遮尼啊好，那不是恁家有问题啵？你含伊个三句话拢卡袂着，管到遮尼啊宽，吃饭啦，枵死！失礼啦，我唔是要存心甲你吓惊的。不要紧啊，林美燕，林美燕在倒位？妈，我来去看麦。好。喂，阿玲呢？你是不是甲我阿公？我拄有心的时阵，妈无想要认这个囡仔的代志。我是有讲啊，那是因为黄玉珍受过病吧，无够家我唔才会。那是我的弟妹，你哪会当真正甲别人讲？你真哩讲到玉珍讲？我只是想要替你，我只是想要替你讲一下话。你敢知影？因为你的大嘴巴，今麦很假的人拢认定。我一开始就无想要认这个囡仔，认定我是这害死家己囡仔的妈妈。玉珍想要跟我离婚啊，我大家要跟我滚出娘家。哎呦，因那人的代志哦，是我应该去处理啦。这个，这。我真无简单。才为老太的蛇骨夹出来尔呢，你竟然让玉生伊大惊，甲我赌一刀，你算啥物好朋友啊？你根本就是要害我，给我害死！你想怎么样误会我？咱四个人当中，我知影你去让恁大家苦斗，你后生阁无钱，讲什么对你特别好，结果你拢看袂出来。拢较冷静的啦，我林美燕自头到尾拢无想讲要害你，为着要陪你去病院，我父母甲我家己的人约会，为着要让黄玉珍摕到平安，我阁偷偷啊冒险，甲公司的代表甲伊讲，我对你这么用心，结果你拢看袂出来。美燕，你是在讲啥？你把代表写了给黄玉生，你哪安尼走啦？那是我做这，你知影是要安怎？我嘛知影无这个险，后果真严重。啊，不过唯一不是，我唔敢，我唔敢，就爱为着出来带开销咧烦恼。啊，讲伊阿三请你唔办代志，我想要甲伊闹三工。
结果，我才让你误会，误会我伫咧害你。高伟宇，姊妹仔不是安尼做的，你感觉你真委屈，感觉我袂委屈。伟宇，讲老实话啦，我一开始我就感觉你有心的代志，不应该污蔑你厝内底的人，尤其是恁先生。啊！你一开始因为惊黄玉生伤过幼稚，就惊囡仔会造成你的负担。啊！不过后来因全家伙啊，把你当作宝贝安尼哄待你，你就改变主意。啊！这个过程，我拢看在眼内。你若是无想要让人知影你的秘密，应该一开始就什么人拢莫讲，安尼就免惊什么人会无说伊讲出去，还是安怎？我无唔对，你现在都把所有的建议拢撒伫阮的身上啊！我嘛有到三高替黄玉珍摕着合约，你之前有钱的时阵，我嘛想大家听的，感觉我拢无功劳。李冬雨，你是因为你家己嘛有袂当让人知影的秘密，才讲这款话。你莫袂记得哦，有一挂代志，你也莫知影。你即马我到伊迄边去，无得甲明仔载，伊就会甲你的秘密全部拢讲讲出来。今仔日是我受委屈，明仔载，你话你靠袂离啊！高伟宇，你话要啥都袂讲哦。冬雨的代志，我绝对守口如瓶，袂讲出去的。冬雨，你是不是有秘密？是我唔知影。有秘密的人唔止我一个，你的秘密若是叫我讲出来。绝对是核弹级的！你今麦会当体会我叫杜志多的心情哦。你放心，就算讲我今麦规身躯拢是伤，不过不管怎，我拢会照样走起来。我绝对袂甲我好朋友的秘密讲讲出去。今仔日，我上失望的就是，我叫两个好闺蜜都难当，我真就痛。慧宇，你现在都不去相信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现在姊妹爱给爱我个，我爱到心酸，你才欢喜啊！阿姨是。我甲丈人母甲就歹看，我先走。阿姨，叫你治疗师傅。是的。我知你想要问啥，啊，拄则话员讲的秘密就是。咱公正进行遐代志，你拢知影，我应该唔免阁解释吧？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应该是梅艳未记你提物件，我去提开门。你哪来？我想你啊。是谁啊？关杰啉酒醉啊，我送伊回来。对，
刚才你甲阮就送倒来，即马照顾你的代志啊，你会使走。冬雨，是嘞，拄则送冠杰倒去，敢有甲你惊着？我知影，你搁住伫陈小川因家，要顾念陈家的温情，甲姊妹仔情，有真侪为难的所在。只要你愿意，你欠陈家的，我会当替你还。我干那希望，你给我一个答案，你敢愿意甲我做伙？我要安怎才好？冬雨，你是咧看什么讯息啊？看我刚刚咧油头高饼咧。无啦，啊，就烦恼拄只大家冤家，文云甲美颜心情无好，传讯息关心伊到厝诶。啊，啊那安尼，因刚倒去厝啊？啊，未看讯息啦，啊，不过应该无代志。我无想要咱两个嘛变作是安尼。所以我希望你若是有代志，你会使对我讲。我敢真正会当讲，讲我真正付两百万，要到无法度喘气。讲阿弟副总真正甲我斗相共足多，讲我甲阿弟副总已经……你看你，你规个面哦，拢油头到面甲安尼啊，放较轻松的啦。你心内？讲真正有代志，你会使特别甲我讲，不要紧。四位，今日两个啊，是要搬外去啦？哇哦，想要倒一杯水来啉嘛？拢歹势哩吧？你想要找人查某囝？算一卡手指拢无，得结婚以后，嘛干那只当予伊住天啊厝，含冷气嘛无通吹。但你怎啊扮作亲像咧牵伊的手，讲几句好听话，就想要收人心？冬雨，阿伯讲了无唔对，咱两个人结婚，我煞无予你一个手指，确实对你足委屈的。无咱这礼拜，做伙来去买手指，然后去公证好无？唔免啊！你拄去食堂上班，拢我袂领着薪水，哪有钱通买手指啦？而且阿姨要出国啊，就算咱要登记，嘛要等伊回来啊。你讲的嘛是哦。好，今日洗真久啦，可免哦，连伊哦，佮因厝人客也抢袂少。那呢，我先来洗。嗯。姊妹啊，拄才讲你的秘密，可是跟你的安迪有总关的啊？刚刚去买的无回来，是甲伊。爸，你莫别讲好不好？我了什么拢别讲，你写紧张啥？啊好，我拢莫讲莫讲哦。是讲，你起码应该嘛有感觉着吼，不管是药还是姊妹啊伴吼。只要若拄着代志，也是随人顾性命啦。啊，即摆吼，就恁老爸，我才是你唯一的亲人，也是你上天的靠山啦吼。嗯，啊有信心咧？你无要看者啊？等下就看啦。啊，看来你的秘密阁不哩啊多吼。好啦，到你即摆头脑吼，安尼愈来愈清楚。真好啦吼，别管那个王官干那什么，嫁一个当主位啊。是讲，冬哥，以后你若有什么想法啦，爸爸同一定会支持你。